嗯 ，Hello 又系，咁台版已经出咗噶啦，估唔到佢竟然系同步一齐出啊！咁有啲人都会问我会唔会拍呢只 game， 咁我就其实唔会嘅，因为老实讲呢只 game 其实冇乜嘢好玩，而且你属性啱就赢噶啦，除非你话要竞技场要针对唔同嘅角色，咁就有少少难度嘅，即系好似你攻连咁样，你都要有唔同嘅角色去针对翻人哋唔同嘅情况。但如果你话一般推主线咧，其实你摆全部克制属性嘅角色咁就 O K 噶啦。我咧我自己其实都有练一啲 R 角色，即系低稀有女角色啊。咁你都见到我有啲就会升上去 SS 噶啦 ，SS 加啦。所以只要克制属性有赢到噶啦，只不过可能你唔够素材去练去升去嘅啫。咁呢啲都系时间问题。咁佢今次就出咗只今集出咗只新角色啦。其实上一集已经有出噶啦，早见沙织配嘅女王。吸血鬼，估唔到系补血奶妈嚟嘅咯，我以为都起码应该系攻击型啦。咁奶妈嚟讲就，如果你要打竞技场咧，呢只系必抽嘅。但系如果你话泛用程度嚟讲咧，我会推介大家用翻教官咯。如果系火属性嚟讲嘅话，火属性而家得教官同埋吸血鬼。咁你俾我嘅话，我系会比较推教官，因为佢可以加攻击力，又可以加暴击率，算系偏向。进攻型啦，但系嗰只女王就偏向减益啦，帮敌人加啲 debuff。咁睇咗技能之后咧，就发现呢只奶妈系同其他奶妈唔同嘅，因为佢系一只只要佢有攻击敌人咧，咁就可以帮佢补血噶啦，帮啲队友补血，算一只物理嘅奶妈啦。其他普遍都系大技补血啊，跟住啲技能又可以补少少血咁样。呢只就唔系嘅，呢只咧你只要攻击敌人咧就可以补血噶啦，就系佢呢个被动。自己攻击嗰阵咧，我哋对一个人回血啦。但如果佢开咗大技咧，就可以将呢个特殊能力遍布成队啊，即系成队都一齐补血。咁问题就嚟啦，佢可唔可以撑到去后边补血咧？呢、这个就系要值得考究噶啦。台版而家应该系出紧七音嘅阿尔法嘅，咁阿尔法同吸血鬼相比咧，一定系阿尔法优先嘅。总之嗰啲咩七音第几值咧，嗰啲全部都系限定嚟嘅，抽嗰啲系绝对唔会有错。第一只系常驻角啦，之后可以等佢歪翻出嚟嘅，因此咧台服玩家请抽爆阿尔法，呢只就真系非常之有爱先抽啦。但系我咧就唔同啦，加上我日版，日版系冇阿尔法嘅，咁我唯有抽啦，抽咗六万几石啦，嚟啦，我差只就算啦，因为我想留翻呢只抽暗影大人，佢几时先复黑啊？大哥，好想要一只啊，大哥，我想抽爆暗影大人先啊，但佢一直都唔出，一直都唔复黑咯。超过分，佢而家又再出咗只早见沙织，逼我货，逼我抽。希望快啲俾我抽到，我唔想谂太多石啊。OK， 沙抽，好似依下会中啊。冇啊！哇，我啲石储得好辛苦啊！啲人问我点样储咁多石，唔抽咪储到咁多石咯。有时啲留言我都唔知点回啊，唔抽咪会储到石咯。依家啲人储唔到石，因为佢哋又挂住抽，跟住又要唔系成日都日日做晒每日任务，咁咪难储石咯。其实你只要好似我咁样，其实我抽几多大家都知噶。我就系、是、我拍片先会抽嘅啫。平时我是不会抽的，所以我才可以储到咁多石咯。玩咩 game 都是喂，顶你啊！咁难抽嘅，我好想要早见沙织。我之前话过一定要抽呢只噶早见沙织。不过佢第三集咧，竟然得一句对白，我好失望。我以为会多啲对白啦。点知冇啊！希望游戏入面会多翻啲啦。我差就抽啦，大哥，佢一张都唔歪喎，黐孖筋游戏。哇，好过分啊！唔系啊，你唔好同我讲，我六万几石同我抽晒，佢一张都冇啊，一把抽啊！100，哇咩事？我唔通要保底呢一只？哇，今次应该系最飞嘅一次嚟讲，
即系之前就算抽唔到，我都系咁歪噶嘛。好过分啊！我啲石啊，哎嚟啦！哎，呢只 Alpha 都 OK 啊，希望呢只 Alpha 俾我啦。我哋街，我哋街，我哋街。Yes， 继续。但系、哎，我啲石冇啦。我系咪有啲冲动？我谂我应该冇机会抽暗影大人噶啦。你觉得过唔过分先，大家啊？佢就系歪咗一张啫。唔该你啊，唔该你，我好想要做件沙织，你唔好歪其他俾我好唔好？唉，唔该俾左边嗰只我，左边嗰只劲啲嘅，始祖魔女啊，灾厄的魔女，唔该，左边我冇啊。唉。恭喜煲底，真系恭喜晒冇底啦！瞓 game 啊，瞓 game 唔系啊嘛？哇！依下特别耐，我觉得会中。你唔好同我讲第二把抽先出啊，我会笑死啊！唔系喎，依个系保底定咩？定系必出嘅？喂，呢度弹两张咁都 OK 喎，个机率。你唔好啊，小内冇，唔好啊。Yes， 好正，早见沙织把声。早见沙织一身推，始祖的吸血鬼。唉，呢度求其啦。好，呢只我都冇嘅，好正，正条毛。呢个情况下，我就唔直接换专毛啦，唔好嘥啦，直接换多只一特算啦。不过最大问题都系好难升咯，呢只 game 啲角色唔够体力用，有冇人觉得系唔够体力噶？定系净系得我一个人觉得唔够体力，系咯，唉，一突啦，话组建出嚟先。あなたは。あなたは。先日の紳士様ね。冇错，我就系个绅士。その面影と魔力、夢夢忘れるはずもないわ。今日こうしてお目にかかれたのは偶然ではない。私の求める安息の地。あなたも探してくださっ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。佢隻手嘅比例会唔会有啲怪啊？好似啊大得有啲夸张。奥ゆかしい方、ならば私の方からお誘いしようかしら。我谂佢个手嘅比例有啲怪，同埋只手掌。探しに付き合っていただいても。OK， 我会嚟嘅。不过我觉得佢呢个背景应该要整翻去嗰个咩嗰座塔嗰度咯，唔系整呢啲路边咯。不过算啦，就系咁样咯。我今次系保底，得翻萬二石，我下次都唔知点算。如果佢忽然间又出暗影大人，我真系同佢死过，弃 game 唔玩啦。反正只 game 真系唔好玩嘅。我要睇剧情，我真系去 YouTube 睇算啦，系嘛？系咯，咁就系咁样。我哋今日抽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见。我系 Link， 拜拜。